故事从一个被吊在树上的女子说起。某天叶刘希从噩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失去记忆，还差点被吊死。结果他淡定下树去打工，卖瓜烤串剁肉当保镖，能养活自己后，才根据包里的线索找到昌东。昌东本是经验丰富风头无两的沙漠向导，两年前带队时却遭遇意外沙暴，全队18人丧生，只有他侥幸生还，一朝被误解，身败名裂。为了找寻黑色山茶事件的真相，和叶刘希组成探险搭子深入沙漠，一路上怪事频出，突然消失无踪的车辙印，漂浮在天上的沙藏眼，诡异莫测的皮影关，靠着聪明的脑袋瓜，两人推测出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，而叶刘希的血就是开启异世界大门的钥匙。随着肥唐、高深、丁柳的加入，众人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当答案逐渐被揭晓的同时，却发现还有更大的危机袭来。江斩龙之为何与叶刘希势同水火，兽首之乱又为何让人忌惮，镇山河的一生究竟有多不平凡，一切尽在西出玉门。